Hello， 大家好，我是 Cindy 啊。今天这个影片呢，哎呦厉害了！今天呢，我要来跟伊言庆祝我们的三周年纪念日。其实我们真正的三周年已经过了，但是因为今天是星期五，所以我比较有时间可以来庆祝。对，那今天这个影片特别在哪里呢？那就是我们要透过 FaceTime 来过我们的三周年。先跟我频道心爱的朋友稍微介绍一下，因为他的家人都在温哥华，所以这一次疫情的关系，他就先从日本回到加拿大这样子。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改用视讯的方式来过我们的三周年。但是就算是视讯，我们还是要就是认真的打扮一下，好不好？虽然我现在脸上有妆，但是我工作一天回来已经掉的也是差不多了啦。首先我的结果这次变成化妆品介绍片。先来补个妆，我用的是 Clio 的 Kill Cover， 这个气垫真的是蛮好用的。哇，我的皮肤最近真的是蛮好的，自己讲。再来，我要用 Laura Mercier 的散粉来定妆。我今天明明就没有要出门，还硬要定妆。接下来呢，我要来补个眼妆。那这个是我最喜欢的眼影盘之一，它是 Mimi Box 跟 Pony 的联名，然后它的色号是03 Orange Bloom， 这个真的很美，可以买，大家可以买这一盘。好的，再来我要来上腮红，这个是 E2 House。 我其实觉得这个腮红好像已经过期了，我用了真的是世界无敌久。再来是打亮，然后呢，我要来修容，因为不管怎么样，我们从视讯里面应该也要看到我们突出的颧骨，不是颧骨，颧骨是这个吗？总之呢，无论如何，我们也是要为我们的脸增加一点立体感。再来是唇膏，当然呢，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妆容在整个视讯的过程中都非常的完美，所以。最后一步就是香水，这个是 Miss Dior， 听起来有没有觉得很的感觉？至于的头发呢，因为我比较懒一点，所以我就直接把它绑成一个包包头了。Yes。 再来呢是我的 outfit， 我的上衣是Killing 送我的一件 T-shirt， 很可爱吧？上面写的 Toast。Plus jam equals to good morning， 那刚好就呼应到伊言现在在温哥华是早上这件事情，所以就是有一点比较好掰不下去。那我的裤子呢，就是走一个非常居家很温馨的路线，也就是我 Uniqlo 的睡裤。吼，穿这样有没有觉得好像老夫老妻在过纪念日？好啦，虽然刚刚我是开玩笑的成分居多，但我今天是很认真的想要设计一个纪念日的庆祝活动，因为毕竟我觉得远距三周年也是不容易啦，我自己就是觉得要给自己拍拍手。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10:30，我跟伊言是约温哥华时间早上8:00，也就是香港时间的晚上11:00视讯，然后他做早餐，我做晚餐，这样。不过呢，跟伊言通话之前，可想跟荧幕前面的朋友们，就是我们也不是表面上大家看到的永远都这么的顺遂，这么的甜蜜。远距离真的有它一定的难度跟辛苦的地方，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人是值得你，花这个时间，花这个精力去维持这段关系的话，我觉得就好好的坚持下去，然后疫情过去之后一切都会更好转的。所以讲这句话其实就是在鼓励我自己啦。这样可以吗？可以。我们来做早餐，阿公刚吃完早餐。
OK. What are you making? Pancakes. 然后呢，我要来煎我的牛仔骨。你看，你已经饿死了。我快饿死了，现在已经要十二点了。你看，然后还有这个是小番薯，我要放在旁边烤。为什么你从来没有做过 pancake 给我吃啊？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Ian, by the way, 你有没有觉得我今天有特别打扮过？有没有？有。有吗？你觉得我哪里有打扮过？好像太累了，看不到。我来加一点黑椒酱好了。妈妈说话了，我需要站来这里才看得到。妈妈，妈妈。十二点。十二点。十二点啊！哎呀。坐一坐。好啊，你晚上十二点啊？嘿呀嘿呀。那个在叫你做啥？哦，我咧煮饭。煮饭。我的 sourdough starter， 它是不同的。味道。哎，你看，很好哎。对吧？我在融奶油。When you were younger, you didn't see things quite the same as you do now. But now you're older, you find that sometimes.特别要用这个煎蛋，你看，什么？你看 ，Oh nice, very pretty, eh? I know, right? 这个蛋比较漂亮，还是我比较漂亮？你在吃蛋最漂亮。I think I'm ready to make.今天的晚餐或是宵夜，就是牛肉，然后一颗蛋跟小番薯。我要看你的 pancake 哦。Maple syrup。我喝这个红酒。我们先 cheers 吧。你是牛奶，我是红酒。This video is not sponsored by Starbucks. 请问你对于我们三周年有什么看法？ Very good. 就这样子，没了。Very, very, very good. 你觉得 Mochi 怎么样？我很嫉妒 Mochi。Mochi 是Ian家的狗狗，因为我们每次视讯的时候， Mochi 就会在旁边这样窝在他旁边，让我就会很 jealous， 就说为什么你可以在他旁边这样子？不要卖萌。我们在一起三年了嘛，请说出十个我不吃的食物，很难吗？应该不会吧，生鱼片。嗯。黄，那叫什么？红萝卜。嗯。Cucumber 是什么？小黄瓜。哦，对，小黄瓜。嗯。鹅啊。嗯。我不知道你那有在讲鹅啊。我的 pancake 没熟。没熟，三个来煎，很多吧？很多，只是太早了。那个陀螺，啊？你不是陀螺吧？陀螺是什么？陀螺不是水里面的那个东西吗？田螺？不是，
哦，田螺。菠萝。里面那个有壳，然后卷卷卷那个。啊，那好。羊肉 ，celery， 哦 ，octopus。这是什么？哦 ，crab。嗯，我觉得我可以说两个不是水里面的东西。好，请说。Challenge 还有两个嘛？嗯。叫香菜。嗯，我不喜欢吃小兰子。还有一个，哦，内脏。嗯。完全不吃内脏，受不了。我有什么不吃的？你全部都吃，你没有不吃的。I have one thing. What? 甜的东西，里面的一个东西。I don't know what. What is it?Hard candy. Hard candy 啊！好，你看，这是为什么我会吃醋的原因。你要看两只狗吗？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伊恩家的狗狗一只叫做 Mochi， 然后一只叫做 Mocha。虽然我也很想养狗。你什么时候去剪头发？他的头发现在呢，里面可以筑一个巢了。鸟可以飞进去的那种，没办法剪，天还没开啊。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Asia？ 再也回不去啊。给你猜，我今天的眼影是什么颜色？Gold。哦，那眼尾呢？眼尾是什么颜色？Gray， I don't know。为什么会有人用灰色的眼影？ I just said it was gray. Do you think I can tell? 你要准备去洗碗了是吗？那我要准备发呆，然后睡觉。Sleep. 不行，我现在刚吃完，我现在饱到天灵盖在这里，所以如果我马上去睡，我就会变得很胖很胖，然后你就下次就认不出我。真的，吃完饭睡觉会变胖。会，你这种新陈代谢好的人就不会知道，像我这种新陈代谢很一般的人，就是吃东西马上睡觉就这样，就会变胖很多。OK， 不错。不行，你摆个表情，一二三，就是这样啊，这样子好不好？对对对，我要做 thumbnail 的。OK， ready， 一二三，希望伊恩不要。再让我生气，如果你再让我生气的话，我就会生气很久。OK， 好，跟大家说拜拜，拜拜，拜拜。Told my brothers one day we gon' make it. We just gotta grind for that paycheck. Mama told me one day I'll be famous. Remember when she used to say she hate us. Back then they would laugh when I say shit. Now I'm inside all them people's playlists. So one day I'll be stomping.